Hey, 大家好，我是 Cynix， 为大家带来《原神》的游戏视频。我们现在是，现在是任务，说是回营地啊。当然，这边是之前我看见，因为是很远，有点没有敢去。这边呢是看见有一个这个锅，这锅呢应该是到时候是一个热源，所以说也不用太害怕。这个怪应该是会招什么那些虫子的吧，这东西没有见过。哦，还会发生连锁反应，那东西又起来了。先看一下，等于是需要两个那种红色的石头，这上面好像有一个，下边还有很多的路。我觉得先去上面吧。是因为可莉太小了，直接那个角度也要爬坡。这么看一下，好像这个是可以直接打坏的箱子。那边的东西不太清楚，楼上不太清楚有没有可以打的那种石头。这个楼下我再往下去的话，好像是一个什么动物的肋骨啊。有点冷。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又是40秒收集，看见了一个石头，还好是有一个有火系的角色，但好像也没事儿。那边那个一开始游戏一开始相当于是，哎，这怎么还有东西？一开始相当于是给了你个火系的那个弓箭手，所以说还好。但这是哪儿呢？为了做一个挑战，都已经迷路了。也是这儿有一个这个石头可以用。里面有一个这个人，啊，有点意外，说实话，我以为是刚才只以为是只有一个人。这个血可以打吗？打不了。在那边看见一个这个红色的东西，这地儿好多红的玩意儿啊。这个感觉就有点。前面好像看的是一个地牢的玩意，我觉得就是太我们偏离主航向，有点太偏了，就不弄了。前面等于是那个地方有一个石头，往哪扔呢？哎，有意思，你能扔多远？那边有个东西要打，这个上面有没有石头可以弄？这是个
等于是攻击这个东西会生成一个冰系的一个结晶，好吧？这儿有一个红的东西，但我感觉好像离得太远了，撑不住似的。这个玩意儿，暂时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就不去管了。到营地这边一拐弯，发现了一个石头，平时没有，上面有吗？算了，不去管了，回去看一看这个任务的后续。おかえり。ちょうど結論が出たところだよ。しかし、戻ってくるまで結構時間がかかったね。何かそれなら平気さ。彼女は仕事を全うしたまでだよ。結論から言おう。今日、多くのデータ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たから、すぐに全ての研究を終わらせることは難しい。でも、全体を通した初歩的な結論なら教えられる。それは、君はこの世界の人類とそっくりだ。这个那就是中间你怎么隔了这么长时间？そんなの一目見ればわかるだろう。あれだけ苦労したのに、結局それだけなのか？まあ焦らないで。君たちにとっては当たり前だけど、この世界にとって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なんてない。こういう可能性は考えたことあるかい？テイワットという世界は、よそ者に対して拒絶反応を起こすと。说到神，不是突然又想起来，原来我们的这个目的好像是自己的哥哥失散了，是吧？この世界の法則を話しただろう。君が無事に僕と会話してることは普通に見えるけど。本当は奇跡だったりするかもしれない。这个世界的法则。なぜなら、君と同じよそから来た命。僕が話した種は、テイワットの法則に影響されて成長することすらできない。しかし、君を観察した後。僕は他のアイデアをひらめいたんだ。君の命を真似して、錬金術に新たな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を加える。うわ、なんか出てくるぞ。無から有へ、芽生えから繁栄へ、それから。終わりに向かう。この世界でない命を育むことは、世界を育むことにならないかい？おや、これが限界みたいだね。一瞬だけど、最高に綺麗な花を咲かす。生命の極致もここにあるんだよ。苦労したから永遠に咲いててくれるもんかと思ったけどな。それに果実も実らなかったし、
命というのは多種多様で自由なものだよ。長さで決めつけるべきではない。たとえ一瞬でも短い命が必ずしも悪いことではない。効率的で完璧、孤独にとらわれないことを意味する。わかるかな？僕が言った僕たちの会話は奇跡かもしれないことについて。说实话完全没明白。急に塩らしくなってどうしたんだ？おーい、元気出せよ。オイラがついてるだろ。それにアルベドも友達になってやってもいいぞ。ありがとう。孤独をなくすことは必要だと思ってないけど、これも悪くないかな。君が協力してくれたおかげで僕は花を咲かす可能性に気づいた。いや、雪山で君たちと過ごした時間は価値のある旅だったよ。今後もし必要があったらまたお願いしてもいいかい？それならよろしく頼むよ。ずっと実験結果は普通だって彼女に言ってきたけど、瓶の底に現れないはずのよどみがあるの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国土を吸えば汚れ、白亜を吸えば無垢になる。君も僕も未来が不確かな素体ってことか。那个字究竟念什么？白垩。もしいつか暴走する僕がモンドを壊そうとしたら、君が止めてくれることを期待してもいいだろうか。有意思，又是一些伏笔。第一章，旅行者观察报告完成。同じ冒険者として気になるな。雪山で奮闘している姿を見に行ってみようぜ。我们是有新的任务。腐殖之剑。之前是一个什么玩意儿？你将去往何方？哦，这儿有一个钥匙，好吧，一直忘了。这个是刚才的那个是主线任务，有点晕了。我们主线是什么任务来的？完成的任务，序章第二章第三章，序章第一章第二章，破镜的克星，这等于是钟离的这个任务，这个等于是才是主线是吧？等于是之前的那个是，这是魔神任务，这个应该是主线。等于刚才这个还真的不算是主线，像是一个传说任务。哦，这个应该是那个 Albedo 他的一个传说任务，好吧？我还可以看。まさかあなた。フーマリウを倒したあの伝説の旅人。还可以，哇，这个有意思，还可以重新选，选这个东西。好吧，大概发生了什么是知道了，等于是这个地儿现在，腐殖之剑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这个东西。活动详情，这个玩意儿，元素充能 10%42% 的攻击力，战技提高伤害 16%， 暴击提高 6%， 感觉好像是偏辅助的一把剑，需要元素充能。
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用剑的人啊，元素战技的伤害好了。啊，不对，可以，其实应该是可以活动商店是什么？哇，龙髓没有开放。活动详情，一天后、四天后、七天后，查看能力。装备此剑者造成伤害提高 60%， 积累速度降低，暴击率提升 35%， 通过那个石头伤害提高 70%， 暴击伤害提高 70%， 还有三个能力，一共有四张。哦，这等于是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去开启，这些是之后的任务，好吧，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了，等于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先传回去看一下，我是很好奇这边这个齐天神像的这个究竟会是什么神像呢？是风神像还是岩神像？我们好像目前还没有接触过冰的神像啊。没你是砂糖。あれ、スクロースじゃないか。お前も雪山に探索しに来てたのか。あ、びっくりした。研究報告について考えている時に突然話しかけないで。ぼーっと突っ立ってたように見えたけど。そんなことない。新しく開発した種が4倍も大きいスイートフラワーの名前を考えてたの。四倍大种子甜甜花。甜甜花是吃，不是话，真的不太清楚它是吃什么的。每次都是从地上整个一颗就给它捡起来吃了。あれ、興味があるの？今度見せてあげるよ。絶対ね。雪山じゃなかったらいつもは持ち歩いていたのに、残念。そういえば、お前って城内で研究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か？こんなところで何してるんだ？ディマイオスと一緒にアルベド先生の実験データの整理を手伝ってたの。ディマイオスはついさっきここから離れていったんだけど、会わなかった？会ってないな。アルベド先生と比べたら自分はデータを読み解く力がないって落ち込んじゃってね。先生が見ればすぐにわかるものも私たちは考えないとわからないから、おそらく知識と経験の差だと思うんだけれど、それで辺りを散歩しに行っちゃったので、私は一人ここに残って作業をしてたんだ。本当は作業が終わったら辺りを見て回ろう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報告書から興味深いデータを見つけたの。はあ、でもまだ探索の旅には出られそうにないみたい。探索？何を探すんだ？あれ？あなたたちもしかして手が空いてるの？空いてるぞ。ちょうどここら辺をブラブラしてたとこだ。なら手伝ってくれる？実はアルベド先生が私とディマイオスに何か隠しているみたいなの。アルベドはお前らの先生みたいなもんだろ？生徒相手に隠すことなんてあるのか？でも何かをずっと隠している気がする。錬金術に関する何かすごいものを。何も分かってないのにやけに自信たっぷりだな。だって私もティマイオスも錬金術の熱狂的な研究者だから、もし別の何かなら私たちに隠す理由がないもの。ああ、確かにその通りかもな。
アルベド先生の隠し事を調べてくれる？とても気になるの。お願いお願い。どうする？やった！よ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よし、それなら早速行くとするか。与黑龙，好吧。哇，又要去找这个什么阿贝多。我觉得吧，我们看一下这那边的之前的那个神像，我觉得还是先把地图开开吧。这边一直没有地图，真的是有点难受。好像是还是太低，我们看一下这个。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当当当！人是之前是因为任务关系是走了这条路。如果说我走现在这条路的话，是不是旧宫啊？又是这个玩意儿，这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屁股看着像个老鼠，然后脑袋像个电风扇似的玩意儿。刚才是暴击了，好像一个武功的一个三连就快死了。下边有一个那个玩意儿。可以，我觉得下来之前先把身子暖一暖。编号什么什么玩意儿的记录。精神と共にあれ。这个有一个很奇怪的像花一样的东西出来，是这个这东西叫什么？独眼小宝，它的它身体一部分吗？还是一个什么玩意儿？这东西没有盾了还会冲锋。哎，我被啊，后面有人打我好了。我刚才给了成就，看一下推倒这面墙，没能创造冰柱的情况下啊，这个萨满还会少冰无糖，它会创造冰柱，好吧？这个玩意儿呢，五个温暖仙灵，看一下这个前面是有一个温暖仙灵是吧？哇，怎么又卡了？
这个啊，这是我的那个法器的一个效果。哎，歪了。上边是那个神像，那个神像，这看着像温蒂的那个神像。動くべきだ。胡萝卜是哪来的？新的传送点，说实话还是蛮多的。这是那个树是吧？哎，怎么这个肉感觉上是后掉出来的？这些东西是干嘛的？什么旅行剑好像是平常感觉挺少见的，像现在至少是地图有了，就等于是一共有 N 块石碑，石碑都调查完之后，这上面的这儿还有一个文字，两个文字，三个文字，这是个文字吗？看着像一个弹夹一样东西，不太清楚，好像不是，是一二三四五，还有五个石碑没有找到是吧？然后这玩意儿能开启，嗯。标记到达上线了，我要把之前的这些东西，但都是每天 farm 怪时候的一个标记，还是蛮有用的。算了，这个东西可能会忘，但是到时候可能网上的一些那个什么地图之类的话呢，应该也都会比较发达，所以说我就不标记了。是不太清楚为什么官方要设计出这个地图的标记，给你限制住啊。让地图开开了，这边的东西应该是差不多了，直接去做主线。是不太明白那个东西怎么。不会是从那么老远的地方给过来吧。
然后我这么一路是什么都没有看见。算了，不管了。形は精神と共にあれ。アルベド。おや。君たち何しに戻ってきたんだい。道に迷ったのかな。秘密？おいおい、何言ってるんだ。こういう時は普通こっそり調査するもんだろ。なんで全部言っちゃうんだよ。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ちょうどいい。僕も君に頼み事があったんだ。都说要找我这个旅行者，为什么没有说？これを受け取ってほしい。見ての通り、肩だ剣さ。剣は僕が撃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だが、先ほどそれに錬金術を施した。試してみたくないかい？僕の研究によると、それは特殊な剣で、君にしか扱えないだろう。そして僕は今、その剣のデータが必要なんだ。君にそれを使ってたくさん戦ってほしい。所以这是强迫我们用主角战斗。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こいつにしか使えない剣ってどういうことだ？なかなか鋭いね。その剣にはある種の呪いがかかっているんだよ。之前那个瓶子里边那个结晶是炼金的这个剑。普通の人には扱えないが、君は違う。え？つまり、この剣の呪いは、唯一君にだけ害を与えない。だから、君以外に僕を手伝える人はいないってことさ。無駄話はこれくらいにして、この近くで怪物を探してくれるかい？使えばわかる。获得武器经验加成是什么意思？强化 1.5。 哦，就是还要升级这个玩意儿。天，带上神明的剑去战斗。快速装备是倒是其他人都可以使。这个一级的武器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角色提升到70级可以突破。就等于是突到70级，还给你一个这个东西，好像是之前的什么升级的那个，应该是版本的版本说明的时候，应该是有写的。爆弹持ちすぎたのかな？あれ？どどこどこ？あれ？どどこどこ？这可以。一键弄完吗？这东西也太多了，天哪！算了，先不理他了。啊，刚才想干嘛呢？想去给七七换个剑。是多少？388的攻击力，换成42。攻击有什么被血吗？去战斗还是要一个专门的地方是吧？现在是等于是这些地图开开了，我觉得是可以按照
按照这个东西去看一看。我有点在想，这个剑如果说它是什么被腐蚀的，对这个东西有作用吗？有作用。多的哇，好多地方可以去啊！这个人怎么没了？刚才没有个人，花了。啷啷啷！好冷。あれはどうだ？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心配なんだけど。又是史莱姆。見つけたぞ、あのクソガキだ。さっさとあれをよこせ、盗っ人め。本当？うるせえ、よこせ。気をつけろ。相手を間違えている。股間奥義サイト6308式ユニット。安全基地超拡散形態火力全開。还有人哇，这么多人。来るのが早いな。所以那个剑是偷来的？まさか。あいつらが言ってたのってこの剣のことみたいだな。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なんて目で見るんだ。この僕が剣を盗むはずがないだろ。所以是抢过来的。少し前、騎士団が門戸城外で砲塔団を捕まえたんだよ。その際、彼らが違法に運搬していたものをすべて押収してね。この剣はその中にあったんだよ。誰も取りに来ず、どこから来たのかも不明。ずっと倉庫に放置されていた。倉庫に荷物を取りに行ったとき、偶然この剣に僕が気づいてね。まあ、こんな古い剣、錬金術の材料にする以外使い道はないんだけど。おい、押収されたものを自分のものだって言ってたのか。それでその剣を持ち出したと。ああ、この剣を使って実験しようと思ってね。ただ調査していくうちにこれの本当の来歴を知ってしまったのだよ。この古臭い武器はとある鍛冶職人が作った伝説の魔剣なんだ。魔剣？鍛冶職人はこれを完成させたすぐ後に失踪し、剣も行方知らずになっていた。押収物の中に混ざっていたことからおそらく砲塔団に盗まれ、ずっとそのままだったんだろう。え、剣を作った人が失踪したのか。それで呪われた魔剣なんだな。そうだ。
跟我想的还不太一样。君はドゥリンとこの雪山の話を知っているかい？ドゥリン、つまり数百年前に風神バルバトスとトワリンが共に倒したモンドの脅威だった黒竜のことだ。哦，这个倒是之前好像是做温蒂的任务的时候是提过。激戦の末、打ち負かされたドゥリンは空から落ち、真っ白い雪の中に打ち付けられた。雪山に積もる雪が一年中溶けないのは実に奇妙なことだ。ドゥリンがここに落ちたのは偶然か、はたまた必然か。明白了，等于是之前那些什么红色那个矿石，就是他这个血弄成的。必然だって言いたいのか？雪山を墓場に選んだのは氷の力でドゥリンの毒を封印するため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ね。バルバトスのような神ならそんな方法を思いつくだろう。おお、金融野郎ってそんなにすごいのか。これはただの僕の推測だ。だが、この雪山とドゥリンが深く関係していることは確信している。そして、君の手の中にある剣は、ドゥリンの亡骸が材料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对，之前我们看到好像是类似于是那个排骨，不是排骨，就是什么肋骨一样的东西，是那个杜林他的。他的这个残骸。死んだ竜の目玉、爪、鱗、それらを粉末にしたものが剣身に塗られている。そうすればドゥリンの汚れと毒が剣の中に溶け込み、その力の源になるんだよ。これは非常に高等な技術だ。鍛冶職人は完成後きっと喜んで自分の手でその切れ味を試しただろう。彼がこの剣を使えば、汚れた力は柄を通ってその体に入り込む。それは常人では抗えない力だ。呪いにより精神錯乱に陥った鍛冶職人は辺りをさまよい、もしかしたらその身に何かが起こ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ね。トワリンの涙を浄化した君は類いまれなる力を持っている。所以是净化。そんな力を持った君なら、汚れと毒に侵食されることなく、その危険性も排除できるだろう。そのため、この剣は君にしか扱えないってわけだ。そう言うけど、やっぱこの剣。光ってるぞ。これはまさに実験開始の合図だね。この剣はまだ弱い。だがこれには力を吸収しどんどん強くなる能力が秘められている。ある意味これも生き物と言えるだろうね。旅人よ、これを持って冒険してくれるかい？これを成長させてほしい。近いうちに全ての推測が検証されるだろう。任務完成。あ、第一幕完成所挑战，收集一些这个玩意儿，然后还要升级，等于是我要去又要去挖矿去了，是吧？什么碎屑跟结晶？这个激活是怎么弄的？强化时候获得武器经验，这相当于一个 1.5 倍的一个强化。啊，之前在哪儿看到了一个？哦，这个是第一章，武器详情。这么着看过来的。我好久好像是没有打过铁了，我应该去
打铁，就是应该是我去把我的那个每天那20个水晶还是什么东西，它的那个上限，我觉得应该是给它用掉，要不然的话就是太浪费了。之前应该是有一直的，我角色的武器应该是差不多该升的都升过了。我说是不想把所有角色武器都升满吧，这些输出角色是升了，其他一些辅助角色是没有。啊，是60级的武器，输出角色是80级的武器，是这个玩意儿。怎么这么多矿？这倒也是不太经使，随便弄一弄就是一天好像是你可以消耗到120个矿，所以说还是不是很经使的。这样就等于是任务都完成了，还剩下一些世界任务，然后还剩下这个活动的一个东西。活动东西好像说是要从这儿能看见这两个玩意儿，魔物处。所以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呢？我想知道。クレーと一緒にお魚をドカン。活动详情。商店是没有开是吧？商店是没有开。这个现在是开了，但是他没告诉我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这两个东西我可以升一下级。这些东西完成下列所有挑战以激活一项武器能力，是这个东西吗？武器能力就等于是你要把这个东西都激活，这个东西激活，这些东西都激活，是每激活一个会解锁一个这个玩意儿。我 miss 了什么东西吗？收集这些碎片是怎么收集呢？等于是这个是那个龙的位置。像之前说是要什么事件啊，是弄完之后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那个我之前用的剑呢，应该是这个剑。装备，来给七七装回来。这个剑我目前感觉不出来谁使会更好一些。其实主要是我懒得升级材料，这个剑应该是行秋用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技能冷却时间很长。其实七七跟行秋用这把剑应该是都不错，我是一直只抽到一个，其他用剑的人，这个班尼特用剑，但他其实就是我抽他也没有说是完全，主要是没想升过级。就暂时就这个样子。那个东西我还是找不到那个东西在哪里啊，还是总之很烦人。看不见哪里可以能把那个东西给打坏。让我回来我在这边干什么，因为我是不太清楚该下一步是做什么。之前好像是看这个前边有有个洞可以进去，觉得探索一下呗。啊！よいしょ！安全距离確認。股間奥義、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
我天，这是箱子里出来的东西吧？怎么这么多？深赤之石。看一下，哦，等于是这什么碎屑，是相当于是你打怪就掉，好吧？这东西不算热源吗？哎呀，啊？什么情况？哇，这上面还会复原，这个也太……所以这些东西也是一个解谜式的东西。我需要现在把它都记下来吗？哦，也还可，至少我是有在录像，所以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回去翻我录像的一个记录。你怎么过来了？你好。那个东西就不管它了。哎，好像我看见这上面还有一个东西，这是在楼上。等于是那些东西是要什么碎屑，是现在是要杀怪给。刚才给了个成就，这是因为什么呢？有两个了，损坏护照，点亮地图。哦，这是之前弄那个七天神像的时候给的。等于是这个山顶上有，就是当时我直着走激活，然后这边是我当时没有走的路，等于是绕一圈绕回来了，这我倒是认识出来了。然后山顶上当时应该是有，
有一个可以升级这个什么书的玩意儿是吧？这个上面就有点陡了。有个箱子，里面好像也没有多高，之前是可能是地形的原因。冷，这什么东西？我刚才在哪儿这个地儿看见了？这个东西是弄完了，弄完之后看一下前边这个地儿，就是要找一个石头把那个东西打坏是吧？然后一个挑战，现在说实话有点迷路了，我们是这么进来的，好吧，但是现在在这个什么覆雪之路的这边在探索。这个怪他刚才是拿盾吗？还是我理解错了？老是以为他有盾，他那个就是之前那个带盾的冲锋的声音，我就是等着那个再去回避的。下面好像是之前我们看那个位置吧，那边是那个传送的地方，对，这应该是。那边怎么还有一个？白色的玩意儿是什么？这是个什么原理？白铁大剑之前有过防御力，好像有过，只不过是遇见比较少吧。这个旅行剑感觉之前我至少我打的也是比较少。黎明神剑倒是有。那边还有一个东西，这个地方看地图好像这个山顶上会有东西吗？
好像有点，哇，这个有点太冷了，先去找个火。看下这个山顶吧。那边可以待会儿再去，先去山顶。倒是有个箱子，别的就没了。好像我不要掉下去，好像是没了。等于那个刚才那个像黄鼠狼一样的那个玩意儿，它是在里面冬眠被我们给打出来，还是说不小心被冻住了被我们给救出来了？这是什么？那个石头，这是干什么的？40秒击败这俩花为什么老不能还是不太明白这个花的一个原理。精神と共にあれ。哇，已经冻住了。形は精神と共にあれ。形は精神と共にあれ。形は精神と共にあれ。想做一个试验，我把这东西捡了，然后去之前我一直够不到的那个地儿，好像是有点远。给了一个小的普通的破箱子，我甚至是觉得好像它不是这么设计的，应该是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像我看一下，等于是这边说实话还探索的不是特别完全，但是也就这么多了吧。这南边应该还有好多东西没有探索。活动，我刚才随便杀了杀怪，杀的怪其实说实话也不多，只有41个。
这个结晶好像是杀大怪给，这个玩意儿要60个，这相当于这个打了一半，这个是相当于是小怪杀的比较少。好吧，这个升级我估计可能也是要升一升，毕竟是个活动，升的话应该会回报，我觉得应该能抵消吧，抵消到我的这个消耗，如果抵消的话呢，我相当于是白赚一个升过级的武器，也倒不是很差。估计就这期我看时间差不多就到这了，这边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是肯定的。任务的话呢，寻找大本营，总之是这个附近有一些任务是可以是到时候通过这个任务，相当于是引导着我们是在各个地区是可以边做任务边探索，也可以大概这么样子。这期我看这个时间是差不多就先在这儿结下了，那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